欢迎收看杰出职人开箱奥运特辑系列节目。还记得上一届东京奥运收下银牌的柔道男神杨永伟吗？赛后他真情流露，哽咽地说：“好想拿金牌。”这是很多台湾人对他的第一印象。3年前，他以第八种子身份杀进了金牌战，技惊四座。不过在金牌战，因为累积3次直倒，惜败给地主名将高藤直寿。但是杨永伟却一战成名，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哦，好可惜哦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明明已经胜券在握，但是就是又错失了这个机会。比赛就是这样子，尤其是我们在比赛场上的变化性很大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可惜，但是比任何人都还想要赢。当时下来的时候，其实心情真的是很难平复，好一段时间真的是就是还蛮沮丧的。或许这可能就是上天。对，这就是一个磨练。与金牌擦身而过，让杨永伟持续砥砺。去年在杭州亚运拿下了具有指标意义的中华队史第100面金牌，又在今年2024阿布达比世锦赛当中夺银，确定以世界排名第一头号种子的身份挺进巴黎奥运。时隔3年，杨永伟来到26岁。整个心态技术处于更成熟的阶段，外界预期是夺金的最佳机会。还是那句话，平常心。当然不是说平常心很简单，是你要在平常的训练上面做好任何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，在比赛场上不要再犯错。当天的那个状况，你只要比对手还要好，心态就足够了。所以要怎么去调整到你比赛的那个状态，是能够马上到可以赢过对手。我们一直不断的比赛，然后不断的去调整，然后回来之后修正，帮助我能够恢复能快一点，然后在比赛场上能有更充足的子弹可以去进攻对手。柔道世家出身的杨永伟有着台湾族血统，母亲曾经是柔道脚力选手，启蒙了杨永伟跟哥哥杨俊廷的柔道路，而杨俊廷也曾夺下全大运金牌。从吸引众人目光的选手到隐身幕后的陪练员，一开始他并不习惯，但为了成就弟弟，他愿意。而杨永伟也不吝啬对哥哥表达感谢。路上以来最感谢谁？我觉得就是我的哥哥吧。从小到大，其实就是他陪着我一起训练，然后每天早上也是骑着脚踏车到学校去训练，然后很晚训练完之后才再一起骑脚踏车回来。他一开始就是我的设定的目标，现在他身份转换，不管在哪个阶段，他不管是哪个身份，他都是为了我，然后卸下他的身段，然后陪着我继续一起成长，然后达到共同的目标。对他真的是非常的感谢，可以让我更快的稳定下来，能够让我更有力量去面对每一场的挑战，可以让我完全的 focus 在比赛上面，就不会让我去多想一些什么东西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哥哥给我很大的帮助。他就说我等一下颁奖，你终于肯承认我是最强的吧？本来我们训练就是很非常高强，我其实对他很有自信，就是他这个成绩，我也觉得终于没有白费我陪他练习。梦想道路上，兄弟俩互相扶持，从小家境并不宽裕，兄弟希望借由柔道翻转生活。而父母从小也灌输他们正向的柔道精神，尤其在夺金失利时给予最大鼓励。没关系，你很棒了，我们再等下次。虽然只有拿到银牌，可是我也跟他说，那就表示你努力还不够，有什么好可惜，技不如人，你能怪谁？回来再练而已嘛，就这样。国小好像第一次比赛，3年级记得第一次比赛他输了，然后有一个郭晓老师哭什么？原来擦干。嘿，我们练不好，我们回去再重新练，练强一点，我们再来。自从那一次比赛完开始，一路6年级全部都冠军。国三那一次全中运，他不小心落败了。那一次他的信心就受创一次，有低潮过一次。The number two, the winner in the white judo gi, represents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.Next on tatami 2 second round, under 78 kilo, Indo Judogi from Thailand, Ikumi Oeda,
反复练习，摔了又摔。您有注意到杨永伟的右耳长得跟别人不太一样吗？这是顶尖运动员才有的柔道耳，因为在练习柔道的过程当中，经常会跟对手的柔道服还有地板发生激烈的碰撞摩擦，耳朵的软组织就会出血、红肿、纤维化，最后就会耳朵变形。因此呢，柔道耳是努力训练还有实力的象征。在训练的过程中会撞到啊，然后它会肿起来，然后它肿起来之后，它可能里面就会积血，碰到的时候其实就是很痛，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子，然后你就不可能停止训练。他有受伤，又很怕输，他一直想说我没有练习，别人都在练习，他在偷懒，他人家会赢他，所以他就一直练，一直练。他很刻苦耐劳，他就是一步一步这样把自己练这样子的，他就是肯吃苦这样练。啊，哥哥可以看得出来啦，他大哥在比赛吼。是比较没有什么体力，他说是靠头脑在摔。像赛前我说你不必怎么练习吗？因为永维他很自律，他都会自己去跑步啊，连在家里放假哦，他早上一大早会自己起来，会这样跑。我跟他说过一句话，人你只要肯付出，上天是公平的，一定会给你的。也不止场上受关注，私底下的模样也让很多的杨太太心花怒放，拍起时尚杂志，整个气势也很不一样。而上一届东京奥运，不少的日本粉丝都被杨永伟给圈粉，人气直线飙升，目前世界排名第一，但是呢，他却以谦逊的态度看待一切。从小怀抱奥运梦的他，如今再度登上五环殿堂，希望能够一举夺金，达成梦想。主持人开箱，下一集要开箱哪一位选手呢？请大家拭目以待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